老外。对呀，中国媳妇儿，的确。来珠海第三天的上午啊，昨天在各个家休整了一天，然后下午带孩子们去游乐场玩了一下。今天正好是周末，我们这会儿准备去菜市场，我们去买点菜。姑姑和嫂子准备大显身手，准备给我们做一桌好吃的。我们这会儿去菜市场买点菜。其实他们小区下面都有各种小的菜市场。但是我们准备去一个大一点的。我们来珠海的这两天一直在下雨，听姐姐说，最近两三个月一直在不停的下雨。今天正好我们出门了，然后这会儿天气没有晴，但是雨停了，正好我们可以出来逛逛。然后主要是让孩子们去感受感受国内的烟火气。我们在珠海也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然后对这一片都非常的熟悉。三年没回来了，小妹妹对窗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感兴趣和好奇。珠海的道路还是修得非常漂亮的，环境还是很好。今天刚好是放假的第一天，很多人肯定都过来备一下货，看一下去菜市场的人有多少。好了，我们这会儿到菜市场了。 Let's go baby。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来珠海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来这个菜市场买菜，因为这个菜市场很大，很多东西很新鲜，买菜的人也特别的多。看一下这国内的蔬菜的种类有多丰富。我们这会儿先去买点海鲜。这有一些卖我们家乡的卤菜的，可以买个猪蹄吧，这是我们老家的卤菜。然后这边是鸡腿，你准备买个猪蹄，买一个耳朵。Rebecca 在给他们在给这个阿姨在聊天呢，他们卖的鸡肉，孩子们非常感兴趣，对这个卤的这个鸡肉和鹅。他们这边是直接可以给我们切好然后凉拌一下，很方便。师傅，你老家哪的呀？四川。四川人比较会做这些卤菜。稍微放一点点辣椒，待会儿啊。这猪蹄要拌吗？你可以拌到一起吗？拌到一起吧。麻辣宝贝。Baby ones. I don't think they're baby ones. They are daddy ones. 他们直接帮我们凉拌好，而且他们拌的这个味道很好。帮我们加点花生米呗。放点花生，然后放点蒜醋。哇，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哎！看起来很好吃。好了，直接拌好就是一份菜了。孩子们不吃，所以我们放了点辣椒。在美国的话，很想念这一口。好，谢谢啊。看一下阿姨这个手撕鸡。这是名副其实的手撕鸡，现场手撕的。孩子们非常感兴趣，他们好奇这个鸡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啊？这个鸡看起来都好吃。他们这个手撕鸡是就一点一点撕的，不要太咸，不要太咸，对对，太咸了也不好吃。好了，这两道肉菜好了。好了，谢谢。如果你提的这个意，你得给钱了吗？给了，给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阿姨。拜拜。看一下，很多的鱼。哇，这是梭子蟹，各种蟹。Mama, are they alive? Yeah, they're alive. They are for food. 75，这个是花蟹。这是蒸还是炒啊？姜葱炒。姜葱炒。这是什么蟹？三点蟹。三眼蟹。这个多少钱？50。They are so small. They're die. 大小。我们准备买的螃蟹。
Everly 对这个鱼比较感兴趣 ，Everly 和江阳。一个菜，反正就一盘菜。有一些死的不要啊。对，没有。小微微有点害怕。他不是害怕，他伤心。25是吧？他是我们的食物啊。我买一条鱼吧。这个鱼什么呀？这个。黄花或者是鲤鱼都可以，黄花嫩一些是吧？对对对。30块7了。程程对这些海鲜非常感兴趣。他俩出生的时候，他一颗眼睛在这儿，一颗眼睛在这儿，然后这是 stingray。平平的游，然后慢慢的一颗眼睛被跑到上面，知道这个吗？我们的虾搞好了吗？好了，都在里面了。好，那鲍鱼怎么卖的？5块一个是吧？5块一个是吧？我们买7-8个就够了。买10个。姐姐在买海鲜，我们准备买点青菜。你给我挑一把好的，这怎么样？这个最烈了。啊，好嘞。拿一把大的吧，这都差不多吧。够一个菜的。够了吗？好，够，可以。啊，5块2，好的。看，白哈在这边和人家广东人交流毫无障碍，亲切不亲切？觉得？亲切啊。这是买的啥呀？螃蟹。买了一个螃蟹。112这里。啊，来看一下，买了几个4只蟹，回家好炒着吃，姜葱炒蟹。哇塞，这蟹好亮啊！广东人说好是亮。好嘞。买点小葱，这些配菜少不了。我在给他们照相呢，孩子们非常的开心。差不多买齐了吧？再买个那个做可乐鸡翅给小孩。好了，我们这会儿再买点鸡翅，我们就买齐了。鸡翅怎么卖的？哇，这鸡翅好新鲜啊！啊，那个是鸡翅，现吃。24，现剁的，非常新鲜，比这冷冻的好吃很多。啊，多来两个。有没有微信啊？有。来点五花肉吧。新鲜的很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那排骨什么的都是分的好的。好，来一块。拿一块。哇塞，这么多24。对呀、啊。挺便宜的。我如果说我以前也是来买肉，我会选这块儿。会选这纯瘦的是吗？对。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吃这种五花肉，肥瘦相间的。多起来做那个肉酱。肉酱是吧？啊，来，谢谢啊。看一下人家鸡蛋有多丰富。看鸡蛋有多少个品种。看一下，这全是各种各样的鸡蛋，鹌鹑蛋。然后这种是鹅蛋，看有多少品种的鸡蛋。这个是称1米红萝卜的。这是鸭蛋，咸的好吃。咸的。对。可是爸爸，今年是不是有几年才咬出来？有1个月都能吃了，20天都能吃了。这爸爸小时候都自己在家腌这个鸭蛋，很好吃，端午节都有人吃。对，孩子们对这些各种各样的蛋比较感兴趣。姑姑说这里面有好吃的饼，给你买一点。好了，我们买菜回去了。今天嫂子和姐姐大显身手，买点酱香饼给孩子们。孩子们买点这个饼，这个饼应该孩子们喜欢。老板，你们是哪的呀？黑龙江。黑龙江。哦，看一下他们现做的，现做的比较好吃，待会儿多买一点。你刚才喷的是油是吗？对。啊，是。看一下，不错。然后在这个饼铛上一摊，6分钟吧。啊，5-6分钟，然后大概6分钟能好。然后
旁边再刷点油，好，一盖6分钟出锅。我可以去看这里有什么吗？去，我们去看看面包店。你们不是想去面包店吗？要。走，这家面包店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什么东西？我感觉他们的蛋挞应该好吃。等一下，你看，让妈妈看你吃什么，买一点。面包的种类有多丰富。好了，这饼出锅了，看一下。哇塞，这饼真好。再来10块钱的吧。现做的比较好吃。好嘞，快一点。哎，快一点。刚才一个男孩喊你们老外，老外，事实上我也不是老外，对呀，中国媳妇，的确。好了，出锅，这姜炒蟹。好了，第二道菜出锅了。好了，吃饭了。欢迎回国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很开心。欢迎三个宝贝。感谢你们啊！哇塞，那么多的吃的。欢迎